今天天气真好啊！你无赖，臭道士！什么声音？哎呀呀呀！可恶！哼，你家的牛偷吃了我家的草，快点赔给我银子！不会是真的吧？才没有呢！我家的牛才不会偷吃你家的草呢！明明是你冤枉好人！冤枉你？怎么可能？哼，不跟你一般见识了。他们怎么吵起来了？今天真是个睡觉的好天气呀！李无赖，你家的狗昨晚践踏了我家的果园。什么？你怎么不说你家的牛偷吃了我家的草啊？哼，你还敢强词夺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来吧，我早看你不顺眼了。打起来了！今天不是你倒霉，就是我倒霉。哼，来呀！别以为我怕你，接招吧！哼，放马过来吧！我操！哼，接招吧！哎！他们这样打下去了，得想个办法。啊，有办法了！这份礼物我以道士的名义送给李将军，而这份礼物我就以李将军的名义送给道士。大功告成！这是什么？哎，道士送礼物给我，向我道歉。哎，其实我也有错呀。李将军居然跟我道歉。哎，我也有错，我去跟他道歉吧。李将军，道士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错了。不不，是我不对，我们和好吧，我们永远是好朋友。化干戈为玉帛，这个成语告诉我们，任何矛盾都是可以调和的，只要各让一步，相互理解，将针锋相对的长戈变成礼尚往来的玉帛，就可以变敌人为朋友，化战争为和平。
大家要记住哦。